我们现场呢，继续有时事评论员林游学我们即时点评六周选举的形式。是，那游学呢，这次的选举哦，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合作上的这个分水岭。巫统西盟呢是第一次携手迎战选举，那么以前都把对方都骂得很凶，但是现在却要合作，而且还要呼吁自己的支持者把票投给对方。那么你怎么看这一点哦？经过这个半年多的这个消化，其实特别是巫统方面的支持者，他们会不会去支持西盟？尤其是一直被妖魔化的这个行动党。首先我觉得这样子一种合作，对有些人来说，他们会觉得这样子的合作有一点有一点好像是显露出那种好像没有原则的一种做法。但是我觉得在政治当中呢，大家理念不同，但是真的不需要把对方当作这是个你死我活的一种对手。在适当的时候，只要理念能够切合的话，加以合作的话，也某种程度上展现着我国的政治迈向一种比较成熟的一种境地。至于有没有办法真正的合作，其实我看这个两个多年的死敌，两个政党能够合作，在六个月之内呢，在开展选战的时候，尤其是在分配选区的时候。我个人的判断是说，基本上是做得蛮好的。我们预期当中很多的争执，地方领袖争着出位而不愿意让席等等的这个纷争，并没有出现。这一点我觉得是相当的正面。但至于在选举的时候会不会真正的有它产生的效应呢？我觉得它可能不会是平衡的。在西盟方面，在这个民主行动党方面，我觉得他们要带票给巫统，这一点基本上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毕竟从他们的历史上来说呢，他们也曾经带票给土团党，带票给之前的一党等等，所以他们的支持者本身我觉得比较能够审时度势，理解到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抱着一种比较可能僵硬的态度来看待别的这个政党。但是巫统的支持者我就觉得可能就未必能够这么做。但是如果我们看大部分的选区来说呢，行动党本身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巫统的支持，因为他们进行的大多数的选区都是有绝大多数的这个华裔选民，不需要巫统的支持。但是在某些选区当中还是有它一个重要性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些选区的地方性的领袖，他可能要做的是更好的笼络当地的领袖。比如雪州来说吧，我觉得那些乡区的选区，比如说双溪比利，比如说这个四毛叶等等，我觉得他们有一定部分的这个所谓的巫裔的这个选民，所以当地的这个合作就可能会决定到底行动党在这些选区当中会不会面临一定的这个危险的存在。但整体而言，我觉得目前看起来似乎，当然还有一些争吵，之前有一些领袖有提出一个要行动党道歉等等这样子一些言论，但是在今天这个局面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还是能够合作的。在选票的时候能不能够做得更好的话呢？当然我们还是拭目以待。是。